太极武艺文献，王宗岳全谱，太极全论。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和，无过不及，随趋就生。人刚我柔为之走，我顺人背为之年。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由这熟而见物董静，由董静而皆及神明。然非用力之久，不能豁然贯通焉。须领鼎静，气沉丹田，不偏不倚，忽隐忽现。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杳，仰之则弥高，俯之则弥深，进之则越长，退之则越促。一羽不能加，萤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英雄所向无敌，盖皆由此而及也。思记旁门甚多，虽是有区别，盖不外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非观学历而有也。察似两拨千斤之巨，显非力胜，观耄耋欲众之行，快何能为？力如秤准，活似车轮，偏沉则随，双重则滞。每见数年纯功，不能运化者，虑皆自为人治。双重之病未悟耳，欲避此病，须知阴阳。年即是走，走即是年。阳不离阴，阴不离阳，阴阳相济，方谓董静。董静后，越练越精，莫时揣摩，见智从心所欲。本是舍己从人多，勿舍近求远，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学者不可不详辨焉。是谓论。十三事。十三事者，兵、旅、己、按、采、猎、肘、靠、进、退、固、判、定也。十三事行宫歌诀。十三总是莫轻视，命意源头在腰系，变转虚实须留意，气变身躯不稍迟。静中触动动由静，因敌变化是神奇。事事存心魁用意，得来不觉费功夫。刻刻留心在腰间，腹内松静气腾然。尾闾中正神贯顶，满身清丽顶头悬。仔细留心向推求，屈伸开合听自由。入门引路须口授，功用无习法自修。若言体用何为准，意气均来骨肉成。详推用意中何在，亦寿延年不老春。歌兮歌兮百四十，字字真切亦无疑。若不向此推求去，枉费功夫一叹息。打手要言，内固精神，外事安逸。彼不动，己不动；彼为动，己先动。打手歌，兵旅己按需任职，上下相随人难进，
任他聚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引尽落空何急出，粘连年随不丢顶。陈长兴拳谱，太极拳，太极拳，一名头套拳，一名十三式，即十三折，一即十三折也。护心锤，揽叉衣，单鞭，护心拳，百额亮翅，搂膝袄布，一收，斜行袄布，一收，斜行袄布，再一收，前堂袄布，眼手红锤，护心锤，回头必身锤，眼牛背折靠，一名袖里一点红，肘底看拳，倒卷红，白额亮翅，搂膝袄布，闪通背，眼手红锤，单鞭，云手，高探马，左插脚，右插脚，回头蹬一根，一名旋脚提耳，栽一锤，二起，分门杠，下有护心拳，踢一脚，蹬一根，眼手红锤，小擒拿，抱头推山，单鞭，前照后照，野马分鬃，单鞭，玉女穿梭，揽叉衣，单鞭，云手，百脚跌叉，金鸡独立，朝天灯，倒卷红，白额亮翅，搂膝袄布，闪通背，眼手红锤，单鞭，云手，高探马，十字脚，指当锤，黄龙揽水，单鞭，扑得紧，上步七星，下步跨虎，双摆脚，当头炮，五语相拳谱，长拳十三式，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也。十三式者，兵、旅、戟、按、踩、列、肘、靠、进、退、固、判、定也。兵、旅、戟、按、四、正方也，踩、列、肘、靠、四余也。进、退、固、判、定，即进步、退步、左顾、右判、中定也。十三式行功心解。解曰：以心行气物令审者，乃能收敛入骨；以气运身，物令顺遂，乃能便利从心。精神能提得起，则无持重之余，所谓顶头悬也。意气虚幻得灵，乃有圆活之趣，所谓变动虚实也。发境虚沉着松静，专主一方立身虚中正安舒，支撑八面行气如九曲珠无为不道，圆柱气变身躯之位，运劲如百炼钢合间不摧，形如搏兔之骨，神如捕鼠之猫，静如山岳动若江河，蓄静如开弓，发静如放箭，屈中求直，蓄而后发，力有几发，不随生缓，收集释放，连而不断，往复须有折叠，进退须有转换，即柔软，然后即坚刚，能呼吸，然后能灵活，气以直养而无害，
竟已屈序而有余。心未令，气未齐，腰未到，先求开展，后求紧凑，乃可臻于缜密矣。又曰：先在心，后在身，腹松气敛入骨，神舒体静，刻刻在心。切记一动无有不动，一静无有不静。牵动往来，气贴背，敛入脊骨，内固精神，外事安逸。不如猫行，运静如抽丝。全身意在精神，不在气，在气则志。有气者无力，养气者纯刚，气若车轮，腰如车轴。又曰：彼不动，己不动，彼为动，己先动。似松非松，将展未展，尽断亦不断。又曰：一动，周身俱皆清灵，由虚贯穿。气以骨荡神以内敛，无始有缺陷处，无始有凹凸处，无始断续处。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前退后，乃得积得势。有不得积得势处，身便散乱，其病必于腰腿求之，上下前后左右皆。凡此皆是意，不在外面。有上即有下，有前即有后，有左即有右。如意要向上，即欲意，若将物先起，而加以错之意，思其根自断，乃坏之速而无疑。虚实须分清楚，一处有一处虚实，处处总此一虚实，周身节节贯穿，无令丝毫间断。以心行气，勿沉着，乃能收敛入骨。所谓命意源头在腰系也。意气虚患得灵，乃有源活之趣。所谓变转虚实，须留意也。立身中正安舒，支撑八面，行气如九曲珠，无为不道。所谓气偏身躯不稍痴也。发静须沉着松静，专主一方。所谓静中触动，动由静也。往复须有折叠，进退须有转换。所谓因敌变化是神奇也。屈中求直，蓄而后发。所谓事事存心魁用意，刻刻留心在腰间也。精神提得起，则无持重之余。所谓腹内松静，气腾然也。虚灵顶静，气沉丹田，不偏不倚。所谓驴中正神贯顶，满身清力顶头悬也。以气运身，物顺遂，乃能便利从心。所谓屈伸开合，听自由也。心未令，气未齐，神未主帅，身为驱使。所谓意气君来，骨肉成也。身法含胸拔背，果当护尊体顶吊当松肩沉肘腾挪闪战。四字秘诀：夫夫者，运气于己身，夫不比静之上，使不得动也。盖盖者，以气盖彼来处也。对对者，以气对彼来处，认定准头而去。吞吞者，以气全吞而入于化也。打手撒放。兵上平夜入身一赏身咳入身平赏身坑呵哈。十三试驾。懒扎衣单边提手上是白鹅亮翅篓西袄布手挥琵琶式。
搂膝袄不手挥琵琶世上不斑懒垂如风四壁抱虎推山单边肘底看垂到捻喉白额亮翅搂膝袄不三勇背单边云手高探马左右起脚转身躺一脚箭步打垂翻身二起披身踢一脚蹬一脚上步斑懒垂如风四壁抱虎推山斜单边野马分鬃单边玉女穿梭单边云手下势更激独立到捻喉白额亮翅搂膝袄步三勇背单边云手高探马十字百连上步指当垂单边上步七星下步跨虎转角百连弯弓射虎双抱垂手挥琵琶式刀法里剪万外剪万错万撩万枪法平刺心窝斜喇膀肩下喇脚面上喇所向十三式一名长拳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也十三式者兵旅戟按踩列肘靠进退顾盼定也兵旅戟按戟砍离阵对四阵方也采列肘靠及前坤艮巽四斜角也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及金木水火土也此五行也合而言之约十三式十三式行宫歌诀十三总是末清时命意源头在腰系变转虚实须留意气变身躯不稍迟静中处动动由静因敌变化是神奇世事存心魁用意得来不绝费功夫刻刻留心在腰间腹内松静气腾然尾闾中正神贯顶满身清丽头悬仔细留心向推求屈伸开合听自由入门引路须口授功用无习法自修若言体用何为准意气均来骨肉成详推用意中何在益寿延年是老春歌兮歌兮百四十字字真切亦无疑若不向此推求去枉费功夫一叹息打手要言解曰以心行气勿沉着乃能收敛入骨所谓命意源头在腰系也意气虚幻得灵乃有圆活之趣所谓变转虚实须留意也立身中正安舒支撑八面行气如九曲珠无为不道所谓气偏身躯不稍迟也发虚沉着松静专主一方所谓静中触动动由静也往复须有折叠进退神有转换所谓因敌变化是神也屈中求直续而后发所谓事事存心魁用意刻刻留心在腰也精神提得起则无持重之余所谓腹内松静气腾然也虚灵顶心气沉丹田不偏不倚所谓尾闾中正神贯顶满身清丽顶头悬也以气运身物顺遂乃能便利从心所谓屈伸开合听自由也心未令气未齐神未主帅身为驱使所谓意气均来骨肉成也解曰身虽动
心贵静，气虚敛，神遗疏。心未令，气未齐，神未主帅，身为驱使。刻刻留意，方有所得。先在心，后在身。在身，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谓舍己从人，引尽落空，似两拨千斤也。虚之一动无有不动，一静无有不静，是动由静，是静由动，内固精神，外事安逸。虚要从人，不要由己，从人则活，由己则治。上气者无力，养气者纯刚。彼不动，己不动，彼为动，己先动。以己依人，勿要知己，乃能随转随接。以己黏人，必须知人，乃能不后不先。精神能提得起，则无双重之余，黏衣能跟得灵，方见落空之妙。往复须分阴阳，进退须有转合。机由己发，力从人解。发心须上下相随，乃一往无敌。立身须中正不偏，能八面支撑。静如山岳，动若江河。迈步如凌渊，运心如抽丝，蓄劲如张弓，发劲如放箭。行气如九曲珠，无为不到，运劲如百炼钢，何坚不摧。形如搏兔之骨，神如捕鼠之猫。屈中求直，蓄而后发。收集释放，连而不断。极柔软，然后能极坚刚，能黏衣，然后能灵活。气以止养而无害，静以屈蓄而有余。见至物来顺应，是一知止能得矣。又曰：先在心，后在身。腹松，气敛入骨，神舒，体静，刻刻在心。切记一动无有不动，一静无有不静。是静由动，是动由静，动迁往来，气贴背，敛入脊骨，要静。内固精神，外事安逸。迈步如猫行，运劲如抽丝。全身意在蓄神，不在气，在气则治。有气者无力，无气者纯刚。气如车轮，腰在车轴。又曰：彼不动，己不动，彼为动，己先动。似松非松，将斩未斩，静断亦不断。又曰：每一动，为首先着力，随即松开，由虚贯穿，不外起承转合。始而易动，继而进动，转接要一线串成。气以鼓荡，神以内敛，无始有缺陷处，无始有凹凸处，无始有断续处。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向前退后，乃得积得势。有不得积得势处，身变散乱，必致偏倚，其病必于腰腿求之，上下前后左右皆然。凡此皆是意，不是外面，有上即有下，有前即有后，有左即有右，如意要向上，即欲下意，若将物先起，而加以错之之力，思其根自断，乃坏之素而无疑。虚实宜分清楚，一处自有一处之虚实，处处总此一虚实，周身节节贯穿，勿令丝毫间断。打手歌。
兵旅己按需认真，上下相随人难进，任他聚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引进落空何急出，粘连年随不丢顶。李义奢全谱，太极拳小序。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名者，代不属人。我郡南关杨某，爱而往学焉，专心致志，时有余年，备极精巧。训礼后，视诸同好，母旧武与相，见而好之，常与比较，一不肯轻以授人，仅能得其大概。素闻御沈怀庆赵宝镇有陈姓名清平者，今于世纪余年，母就因功赴御沈，过而访焉，研究月余，而精妙使得，神乎记矣。与字咸丰癸丑，年二十余，始从母舅学习词记，口授指示，不遗余力，乃与直醉鲁念于年来，仅得皮毛，窃意其中更有精巧，资仅以所得比之于后，名曰五字诀，以时不忘所学云。光绪兴以仲秋念六日一奢侍锦时，五字诀亦曰心静，心不静不专，一举手前后左右全无定向，故要心静。起初举动未能有己，要悉心体认，随人所动，随屈就伸，不丢不顶，勿自伸缩。彼有力，我亦有力，我力在先；彼无力，我亦无力，我亦人在先。要刻刻留心，癌何处，心要用在何处，须向不丢不顶中讨消息，从此作去，一年半载便能施于身。此全是用意，不是用心，久之则人为我治，我不为人治矣。二曰身灵，身智则进退不能自如，故要身灵。举手不可有呆相，彼之立方碍我皮毛，我之意己入彼骨果，两手支撑，一气贯穿，左重则左虚而右已去，右重则右虚而左已去，气如车轮，周身俱要相随，有不相随处，身便散乱，便不得力，其病于腰腿求之。先以心使身，从人不从己，后身能从心，由己人事从人，由己则治，从人则活。能从人，手上便有分寸，称彼心之大小，分离不错，全彼来之长短，毫发无差，前进后退，处处洽合，功迷久而计迷精矣。三曰气敛，气势散漫，便无含蓄，易散乱，勿使气敛入脊骨，呼吸通灵，周身往间，吸未合未蓄，呼未开未发，盖吸则自然提得起，易拿的人起，呼则自然沉得下，易放的人出，此是以意运气，非以力使气也。四曰心正，身之心练成一家，分清虚实，发心要有根源，心起于脚跟，主于腰间，行于手指，发于脊背，又要提起全副精神，于彼心将出未发之际，我心已接入彼心，恰好不后不先，
如皮燃火，如泉涌出，前进后退，丝毫不乱，曲中求直，蓄而后发，方能随手奏效。此谓借力打人，四两拨千斤也。五曰神句，上四者具备，才归神句。神句则一气鼓助，练气归神，气势腾挪，精神贯注，开合有致，虚实清楚。左虚则右实，右虚则左实，虚非全然无力，气势要有腾挪，实非全然战煞，精神要贵贯注。紧要全在胸中腰间运化，不外面。力从人界，气有几发，胡能气有几发，气向下沉，由两肩收于脊骨，注于腰间，此气之由上而下也，谓之五。由腰行于脊骨，不于两脖，失于手指，此气之由下而上也，谓之开。合便是收，开即放，懂得开合，便知阴阳。到此地位，功用一日，既经一日，见至从心所欲，往不如意矣。撒放秘诀，请引松放，请起彼身借彼力，中有灵字，引到身前心始续，中有脸字，松开我心物始屈，中有静字，放时腰脚刃端地，中有枕字，走架打手行功要言。袭人云：能引进落空，能四两拨千斤；不能引进落空，不能四两拨千斤。语甚该括，初学莫有领悟，与家数语以解之。彼有志思记者，得所从入，数日尽有功矣。欲要引进落空，四两拨千斤，先要知己知彼。欲要知己知彼，先要舍己从人。欲要舍己从人，先要得机得势。欲要得机得势，先要周身一家。欲要周身一家，先要周身无缺陷。欲要周身无缺陷，先要神气鼓荡。欲要神气鼓荡，先要提起精神，神不外散。欲要神不外散，先要神气收敛入骨。欲要神气收敛入骨，先要两骨前结有力，两肩松开，气向下沉。心起于脚跟，变换在腿，含蓄在胸，运动在两肩，主宰在腰，上与两脖相系，下与两腿相随。心由内换，收便是合，放即是开，静则俱静。静是合，合中欲开。动则俱动，动是开，开中欲合。触之则旋转自如。无不得力，才能引进落空，四两拨千斤。平日走架，是知己功夫，二动事，先问自以周身和上属相不合，少有不合，急速改换，走架所以要慢不要快。打手是知人功夫，动静故是知人，人是问己，自己安排的好，人亦哀我，我不动彼丝毫，趁势而入，皆定彼心，彼自跌出。如自己有不得力处，便是双重未化，要于阴阳开合中求之，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也。太极拳谱拔，此谱的于武阳县盐店兼积诸家讲论，并参比见，有者甚数寥寥，兼有一二有者，亦非全本，自宜众而争之，切勿轻以与人。
非私也。知音者少，可与者，其人更不多也，甚之甚之。光绪辛巳中秋念三日一奢侍书，杨建侯全谱。山右王宗岳先生太极全论。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趋就生。人刚我柔为之走，我顺人背为之年。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由这熟而见物懂静，而皆即神明。然非用力之久，不能豁然贯通焉。须领鼎静，气沉丹田，不偏不倚，忽隐忽现。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杳。仰之则弥高，俯之则弥深，进之则越长，退之则越促。一语不能加，盈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英雄所向无敌，盖皆由此而及也。思记旁门甚多，虽是有区别，盖不外乎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皆是先天自然之能，非观学历而有位也。察似两拨千斤之巨，显非力胜，观耄耋能御众之行，快何能为？力如平准，活似车轮，偏省则随，双重则至。每见数年纯功，不能运化者，虑皆自为人治。双重之病未勿虽欲避此病，须知阴阳。年即是走，走即是年。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方为懂静。懂静后，越练越精，莫时揣摩，见智从心所欲。本是舍己从人，多务舍近求远，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学者不可不详辨焉，是谓论。此论句句切要在心，并无一字陪衬，非有素慧，不能悟也。先师不肯忘传，非独责人，亦恐枉费功夫耳。又系武当张三丰先师一论，欲天上豪杰，延年益寿，不图作记忆之末也。长泉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十三世者，兵、旅、己、暗、采、列、肘、靠，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此五行也。合而言之曰十三世者，兵、旅、己、暗，即坎离震兑，四方也。采、列、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进退顾判定，即水火木金土。十三世名目，揽雀尾，单边，提手上市，白鹤锦翅，搂膝扭步，手挥琵琶式，进步斑斓垂，如风四壁，抱虎归山，揽雀尾，肘底看垂，倒碾猴，斜飞式，提手上市，白鹤亮翅，搂膝扭步，
海底针，善通背，撇身垂，谢不斑斓垂，上饰懒雀尾，单鞭云手，高探马，左右分角，转身蹬脚，进步栽垂，翻身撇身垂，翻身二起脚，劈身踢脚，转身踢脚，上步斑斓垂，如风四壁，抱虎归山，携单鞭，野马分鬃，玉女穿梭，单鞭云手，下士金鸡独立，倒碾猴，携飞士，提手上士，白鹤亮翅，搂膝扭步，海底针，善通背，上士懒雀尾，单鞭云手，高探马，十字百连，搂膝指当，上士懒雀尾，单鞭，下士，上步七星，退步跨虎，转步百连，弯弓射虎，上步懒雀尾，和太极。阳城府全谱，太极拳十三式。太极起势懒雀尾单鞭提手上势，白鹤亮翅搂膝袄步手挥琵琶式，左右搂膝袄步三个手挥琵琶式，进步斑斓垂，如风四壁十字手，抱虎归山肘底看垂，左右倒碾猴斜飞式，提手上势，白鹤亮翅，左搂膝袄步海底针，山通臂撇身垂，上步斑斓垂，懒雀尾，单鞭左右允手，单鞭高探马，左右分脚，转身蹬脚，左右搂膝袄步进步栽垂，翻身二起，左右劈身伏虎式，回身蹬脚，双峰贯耳，左蹬脚，转身右蹬脚，上步斑斓垂，如风四壁十字手，抱虎归山斜单鞭，左右野马分鬃，上步懒雀尾单鞭，玉女穿梭，上步懒雀尾单鞭，允手单鞭，下士金鸡独立，左右倒碾猴斜飞士，提手上士，白鹤亮翅搂膝袄步海底针，山通臂，白蛇吐信，上步斑斓垂，进步懒雀尾单鞭，允手单鞭高探逢带穿掌，转身十字腿，进步指当垂，上是懒雀尾单鞭，下是上步七星垂，退步虎式，转身双百连，弯弓射虎，上步斑斓垂，如风四壁十字手，合太极。太极拳十要：一、虚灵顶劲，顶劲者，头容正直，神贯于顶也，不可用力，用力则向强，气血不能流通，虚有虚灵自然之意，非有虚灵顶劲，则精神不能提起也。二、含胸拔背，含胸者，胸略内含，使气沉于丹田也，胸既挺出，挺出气挪胸际，上重下轻，脚跟易于浮起，拔背者，气贴于背也，能含胸则自能拔背，能拔背则能力有几发，所向无敌也。三、松腰，腰为一身之主宰，能松腰，然后两足有力，下盘稳固，虚实变化皆由腰转动，故曰命意源头在腰系，有不得力必于腰腿求之也。四、分虚实，太极拳术以分虚实为第一义，如全身皆坐在右腿，则右腿为实，左腿为虚，全身坐在左腿，则左腿为实，右腿为虚。
虚实能分，而后转动清灵，毫不费力。如不能分，则不重志，自立不稳，而易为人所牵动。五、晨间坠肘晨间者，肩松开下垂也。若不能松垂，两肩端起，则气亦随之而上，全身皆不得力。坠肘者，肘往下松坠之意。肘若悬起，则肩不能沉，放人不远，近于外家之断尽矣。六、用意不用力太极论云，此全是用意不用力。练太极全身松开，不使用分毫之捉劲，以留置于筋骨血脉之间以自复述，然后能清灵变化圆转自如。或一不用力何以能常立，盖人生之有经络，如的之有沟绪，沟绪不塞而水行，经络不闭而气通，如浑身将尽充满经络，气血停滞，转动不灵，牵一发而全身动矣。若不用力而用意，意之所至，气急至焉，如是气血流注，日日灌输，周流全身，无时停滞，久久练习，则得真正内静，即太极论中所云，即柔软然后能坚刚也。太极功夫纯熟之人，必复如绵裹铁，分量极沉，练外加全者，用力则显，有力不用力时，则甚轻浮，可见其力乃外境浮面之境也。外加之力最易引动，不足上也。七、上下相随，上相随者，即太极论中所云，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也。手动，腰动，足动，眼神亦随之动，如是方可谓之上下相随。有一不动，即散乱矣。八、内外相合，太极所练在神，故云神为主师，身为驱使，精神能提起，自然举动清灵，架子不外虚实开合。所谓开者，不但手足开，心意亦与之俱开。所谓合者，不但手足合，心意亦与之俱合。能内外合为一气，则浑然无见矣。九、相连不断，外加全数，其境乃后天之捉境，故有起有止，有序有断，就力已尽，心力未生，此时最易为人所成。太极用意不用力，自始至终，绵绵不断，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原论所谓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又曰，运静如抽丝，皆言其贯穿一气也。十、动中求静，外加全数，
以跳直未能用尽气力，故练习之后无不喘气者，太极以静欲动，虽动犹静，故练架子越慢越好，慢则呼吸深长，气沉丹田，自无血脉分张之弊。学者细心体会，庶可得其意焉。太极拳用法图解，阳澄府台北五州出版社，吴志清拳谱。太极拳正宗，吴志清台北自由出版社。许雨生拳谱。太极拳图解，许雨生台北五州出版社。陈维明拳谱。太极拳讲义，陈维明台北五州出版社。太极拳答问，陈维明台北五州出版社。董英杰拳谱。太极拳释义，董英杰台北五州出版社。陈延龄拳谱。太极拳真传，陈延龄台北五州出版社。李寿俭拳谱。武当嫡传太极拳术，李寿俭台北业余太极拳社。杨守中拳谱。太极拳用法及变化，杨守中香港万城印务。王子和拳谱。法统宋承先启后，邪道同游，广法嫉妒，极意未周，广法嫉妒，传心不已，极意未周，得业畅流，至言正盟，至理正讽，有情有性，无畏无形，有情有性，三极真见，无畏无形，光耀永达。杨家108世名目。前段001太极起势002左右云手004揽雀尾005单边006提手上势007白鹤亮翅008左搂膝袄步009手挥琵琶010左搂膝袄步011右搂膝袄步012左搂膝袄步013手挥琵琶014斑斓锤015如风四臂016十字手。中段017抱虎归山018单边019左右云手020肘底锤021右到捻喉022左到捻喉023右到捻喉024斜飞025提手上势026白鹤亮翅027左搂膝袄步028海底针029扇筒臂030撇身锤031斑斓锤032揽雀尾033单边034左右云手035左右云手036左右云手037单边038高探马039右分角040左分角041左蹬脚042左搂膝袄步043右搂膝袄步044栽锤045撇篮锤046斑篮锤047二起脚048右打虎049右打虎050右蹬脚051双峰贯耳052左蹬脚053右蹬脚054斑篮锤055如风四臂056十字手。后段057抱虎归山058单边059右野马分鬃060左野马分鬃061右野马分鬃062左野马分鬃063揽雀尾064单边
065右玉女穿梭，066左玉女穿梭，067右玉女穿梭，068左玉女穿梭，069左右斜飞，070懒雀尾，071单边，072左右云手，073左右云手，074左右云手，075单边，076蛇身下士，077金鸡独立，078右倒碾猴，079左倒碾猴，080右倒碾猴，081斜飞，082提手上士，083白鹤亮翅，084左搂膝袄布，085海底针，086扇筒臂，087白蛇吐信，088斑斓锤，089懒雀尾，090单边，091左右云手，092左右云手，093左右云手，094单边，095高探马，096单百连，097指当锤，098懒雀尾，099单边，100蛇身下士，101七星，102跨虎，103双百连，104挽弓射虎，105斑斓锤，106如风四臂，107十字手，108合太极，太极全书及其他，王子和台北，仲秋文巨型，太极全镜资身形影像，王子和台北，养生堂出版，太极拳的形象，王子和台北，期待出版。萧宝元拳谱，太极拳法李诵，太极拳一身寓意，礼仪探其意，遵循有序。太极两仪刚柔，天地阴阳刚柔，互动互仪。阴阳二气相生相济，动则阳生，静乃阴起。盈虚有相，出入无方，静欲动，机动引进现。刚柔互济，有变有常，善用刚柔，静呆先机。造者失机，静者得势，愚者蠢，动智者生藏。阴阳动静，守静循与屈引和，生魂元一体。进退顾盼，折叠转换，阴中欲阳，无形无相。深刻之道，至正至中，柔静若水波，随势生。开合鼓荡，其振相向，忽隐忽现，四持四张。静守中宫，盈虚环中，刚气如风，坚摧石崩。至动向生，至静向息，以心行气，以气御力。抱元首一气，敛怀虚握，其环中妙用无穷。中华民国69年8月卅日，郭炳道拳谱，先传太极拳赞，先授神拳，名曰太极三风，组成宗岳阐阳，内藏八卦，孕育万象，八门五步，四阵四余，37式，绵连贯串，滔滔不绝，一柔一刚，姿势美妙，凤舞龙翔，进退挪转，虚实阴阳，动静分合，身躯圆转，松沉缓慢，顺序有章，修心养性，灵慧现光，调习炼丹道，隐士上神和天地，尽受仙香，修炼秘诀，为情与常，记忆惊弦，却敌视常，应对御敌气以鼓荡，抱元首一形态，安详的积德，是勿喜勿慌，夫亦对吞情引撒放，发动四两千精卫将，奇哉妙哉，大哉美哉，神奇莫测，妙用无穷，至善至美唯有大极，至善至美唯有太极。邓石海拳谱，太极武艺修炼之境界，全体带用的功有法秉一阴万功，无往不利，化笑心会操持人与意，
三法立人之极，即修成立地之极为用，知因秉立天之极为体。道雄所攻，向我独之人，无用舍己从人，刚与柔，敌法立地之极，秉立天之极为体。功心神体能，能顺其自然，阴与阳，法立天之极。目的目标，太极武艺修功之名语录。一、太极武艺者，化太极之理为武艺之理也。二、太极武艺修炼的目标是秉义因万唯一目标，为得功有法而多种功效。三、太极武艺修炼总需有三心、四德、五点，才能超然万物。有信心、有恒心、有诚心，是为三心，想得细、看得开、提得起、放得下，是为四德。需点心、下点气、知点机、用点功、吃点苦，是为五点，此乃修炼必具之胸怀。四、太极功夫，功在练二正字，先求架子正，次求式子正，再求规矩正，后求法则正。少了东西修不到正，错了层次更练不成正。求正，从知其正，而守其正，而合其正，而会其正。未知正是门法不高，未守正是不重传统，未合正是功夫不够，未会正是自悟不足。五、太极武艺拳、刀、剑、枪四门项目，练拳扎根，练刀生胆，练剑清灵，练枪壮气。拳刀剑枪相辅相成，中国武艺门派虽多，项目虽繁，皆不外扎根、生胆、清灵、壮气为其修炼之主旨。六、自古至今，太极门仅四项武艺，功夫高者甚多，且毕生学习而皆敢未能穷究其根。博大精深有如太极，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谨守其正，多练多体会多长功夫，不可贪多花样，不可患得患失，手中抱疑为太极而独尊，触类而旁通。七、随时随地可用功，练拳不是给人看，也不怕人看，最忌分心，有个我不对，无个我不对，拳就是我，我就是拳，拳我合一才对。杨家老架势静操明目，摇柱拉筋，揉膝压腿摆尾攀足开合，后桥摇头侧举耸肩涮腰，转腰揉胯套腿，吊席跪坐拜身。杨家老架势套拳是名，太极武艺是以拳为根本。太极拳原来只有十三式拳一种，后来因传习不一而成为派系杂多。杨家老架势被认为最能保有太极传统特色，世界所肯定公认的也就是杨家老架拳套。杨太极老架势是以杨成府的架子引向为规矩标准，杨手中的这法录向为法则规范，王子和的108是为精神风格。其优点是套路严谨，架势开展，这法灵活，方位单纯，运动量大，技击力强，层次分明，意境化高，最合乎现代体育运动的学理，
也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太极拳架。太极拳是太极武艺的基石，所以练拳扎根。001太极起势，002揽雀尾，003单鞭，004提手上势，005白鹤亮翅，006搂膝拗步，007手挥琵琶，008搂膝拗步，009手挥琵琶，010搂膝拗步，011搬蓝锤，012如风似壁，013十字手，014抱虎归山，015单鞭，016肘底锤，017倒碾喉，018斜飞，019提手上势，020白鹤亮翅，021搂膝拗步，022海底针，023扇筒臂，024撇身锤，025斑斓锤，026揽雀尾，027单鞭，028云手，029单鞭，030高探马，031分脚，032左蹬脚，033搂膝拗步，034栽锤，035撇蓓锤，036斑斓锤，037二起脚，038打虎，039蹬脚，040双峰贯耳，041蹬脚，042斑斓锤，043如风似壁，044十字手，045抱虎归山，046单鞭，047野马分鬃，048揽雀尾，049单鞭，050玉女穿梭，051揽雀尾，052单鞭，053云手，054单鞭，055蛇身下势，056艮鸡独立，057倒碾喉，058斜飞，059提手上势，060白鹤亮翅，061搂膝拗步，062海底针，063扇筒臂，064白蛇吐信，065斑斓锤，066揽雀尾，067单鞭，068云手，069单鞭，070高探马，071单摆连，072指当锤，073揽雀尾，074单鞭，075蛇身下势，076七星，077跨虎，078双摆连，079挽弓射虎，080斑斓锤，081如风似壁，082十字手，083合太极，杨家老架势，刀术名目，刀为万兵之首，刀的种类形式甚多，各门各派练法也不同，单刀是兵刃中的短兵器，太极刀使用的是柳叶单刀，我们所练的是左手太极刀，左手握刀法能平衡人体左右手运动量需要，太极刀是由13刀式所组成，套路快速，架势粗犷，折法泼辣，太极刀着重劲道圆大，力直气壮，能增加量及斗勇之气，所以练刀生胆，抱刀无极七星跨虎白鹤亮翅，夜底藏刀推窗望月，玉女穿梭狮子盘球怪蟒回头蝶舞，铁扇开山辟路，风卷荷叶退步，风车蛟龙戏岸，二起打虎推山填海，扫堂扎月鸳鸯斜腿顺水推舟，燕子穿云风车刀花，蒲锦翘首蹦月龙门，力劈华山悬崖，勒马雪花盖顶，石凤回巢抱刀归元，杨家老架势剑术名目，剑是我国最古老的兵刃之一，皇帝曾采首山之铜铸剑，剑是属于短兵器，
也是兵刃中造型最优美的。太极剑是由13剑士所组成，套路圆柔，架势细腻，折法灵活。练剑讲究剑气收放，引线吞吐，气深一关气海存，收放几间一线心，往来留住成引线，气透气外是用神。太极剑以轻柔灵活为主，所以练剑轻灵。持剑无极三环套月大魁星是燕子抄水边懒扫，小魁星是黄蜂入洞灵猫扑鼠凤凰点头乳燕归巢，凤凰展翅进步旋风，小魁星是退步旋风等于剑士。波草寻蛇送鸟上林，乌龙角尾风卷荷叶狮子摇头，退虎豹头野马跳剑朝天，一炷香悬崖勒马指南针是。迎风胆沉进虎豹头，大魁星是顺水推舟流星赶月，天马飞瀑挑连剑士车轮剑士燕子衔泥大鹏展翅，海底捞月夜叉探海犀牛望月射雁剑士青龙探爪凤凰展翅跨栏剑士白猿献果落花剑士玉女穿梭白虎角尾里跳龙门仙人指路乌龙角柱风扫梅花抱护剑士持剑归元杨家老架是枪术名目枪是万兵之祖是属于长兵器也是威力最猛的一种兵刃无论个人单打独斗或大军阵前对垒枪都能发挥极高的功能效力太极枪是由13式所组成架势有力折法省稳以单人斗枪及两人对枪为主练枪能强筋有力所以练枪壮气绕杆扎杆四散枪年年四枪缠枪一路二人对练法太极拳不装的揪邓石海台北师大体育学会太极拳根源研究邓石海台北杨太极武艺总会太极拳教本邓石海台北杨太极武艺总会